大家好，我是旭哥，沃克汉幻传旭哥手游攻略，那这是马赛克英雄。好，旭哥今天来分享可以免费入手三件隐藏版神装啊，这个蛮荒血刃啊，飞鸿之心将，旭哥拿到这个傲雪冰刺。那右上角这个碎片嘛，这个时装碎片，这可以免费入手。那旭哥分享给大家怎么样入手，这样。好，这个新春最后的转蛋好几百抽啊，就跟大家抽起来吧，最后把钻石都花下去了，以及最多礼包码兑换教学。哦，这个最后期限啊，记得把福袋用用啊。旭哥把这个福袋抽起来啊，看能不能再中这个。旭哥还缺一个福啊，再来一个福吧。这个字很重要啊。哇！好，活动最后一天呢，大家也记得要把金萝卜币换完啦。那这边有这个永久的 buff， 生命加1500，攻击加150，这个是兔年的兔飞猛进这个神装称号啊，这个一定要把它换起来。这个是旭哥最优先推荐，因为这个是永久 buff， 它只要启动就可以 buff 永久的。再来呢，像是这个英雄的碎片啊，还有像是这个五星的英灵啊，这个都可以先换。转蛋券啊，戒石这些哦，戒石是用买的，这个旭哥有买，因为还蛮缺戒石，然后要换也可以把它换起来，这边下面也可以换起来。那像是这个就是角色这个肥料啊，今天都把它换起来。那旭哥呢，想要换一下这个字卡看看，来拼拼看，买买看看能不能拼到，看看这个字卡会不会很雷啊。来拼一看，兔，哇，好像有点雷。刚才差一个符啊，旭哥想要换这个时装碎片。好，没关系，我们再买一个看看。是觉得这个会不会真的蛮雷的、啊？好，照哦哦，哎、欸，这个符真的很难抽哎、欸。这个蛮雷的感觉，300钻就这样花，其实是，我看我干脆就是直接买10个来开看好了。瑞，你看很难抽哎，我不相信啊。银，哎，真的抽不到哎，我靠。字卡，星，哇，真的福星高了，就差那个福啊，福好像是最难拿的，这有点雷啊！突然间觉得好像买错东西了。兔又是兔，靠，太扯了。还剩三个，真的是又是啊高，实在是难不成买十个一次买瑞哦，抽不到符哎、欸、哎、欸，大家说符真的很难抽哎、欸，因为旭哥频道留言说这个符是很难抽，旭哥有抽到两个啦，想不到这么难抽。这个几率有点太低了吧？好，最后一个，这跟玩刮刮乐一样，十连刮和照又是照，好神奇啦！再买这个100抽，5000钻买起来，再来拼看。哇，真的抽不到这个想要的字哎、欸。想要的字特别难抽啊，哭啊！哇，抽不到，好哭哭，
亏了亏了。好，那最后来换这个时装碎片，这个可以拿这个自选的时装碎片，哇，差一个斧真的有点不爽。好，那，哎，那换这个吧，大袋新钻这个箱子。那还有什么想换的？有些都差一点啊。哦，这个可以换，这个还蛮值得的。种族魔晶，那角色碎片也换一换好了。自选宝箱，那换一下这个吧。符都一直拿不到啊，太瞎了。哎，都差一点点。村哦，好，这个换一个好了。每个都差一点点。福星高照，瑞兔迎春。好啦，剩下的就把它全部换完吧。因为最后了啦，最后的时候把它全部换完吧，换资源了。现在拿到不少资源了，好，刚好全部换完了，收工了，最后的。那有这个钻石宝箱来开开看。哦哦，五七六，哎哎，也太多了吧。2 ANGELS 啊，领取。这个有288钻加 YEAR 0101啊，领取。这个有888钻加6个转蛋券 EVE 2023啊，领取。这个有10张转蛋券 DKII 888啊，领取。这个有2个转蛋券，然后200个 GS 还有金币 AD 2316 D10 DA5F， 然后再按领取。这可以拿288钻加2个转蛋券 WACKY BOYS 69啊，领取。就兑换成功有转蛋券 GS 还有0104啊，领取。这个有2个转蛋券200 GS 加金币。就来输最新的 MY 0104啊，领取。那这可以拿到转蛋券，然后 GS 还有金币。好，那我们就来输这个 YT 0104啊，领取。这个有2个转蛋券，然后戒指还有金币 HERO666 啊，领取。兑换成功有 200K 的金币加5个转蛋券。好，那接下来输这个 BRIGHT0104 啊，领取。这个有2个转蛋券。好，那接下来输这个 K70104 啊，领取。这个有2个转蛋券，200个这个戒指还有金币 FKZJ0104 啊，领取。就有这个很多经验值啊，然后金币还有500个戒石啊 ，NEWHERO， 那大小写大家注意一下 ，NEWHERO 啊，领取。又有这个500K 的金币，然后200K 的这个经验。好，那么输这个 NEWFUN， 那大家注意一下大小写 ，NEWFUN 按这个领取，显示兑换成功，哇，全套的一星装啊，爽。好，那我们输这个 NEWSTART 一样，注意一下大小写按领取。哇，300钻加转蛋券加这个，哇，月辉石、月辉占星石啊，这个超爽的福利。好，那我们输这个 PIXELHERO 按领取。哇，你到这个转蛋券加上这个，哇，100个灵魂结晶啊。好，那我们点画面右下角的福利。福利点进来之后呢，我们往这个右边滑，滑到最右上角这边有邀请礼包，那这边只要输入这个好友的邀请码呢，就可以拿到这个500钻石，加这个10个转蛋券啊，然后这个五星神角，这可以免费入手一支五星超赞，还有这个 100K， 所以这个一定必领啊，跟着旭哥领解吧。那旭哥就分享旭哥的邀请码给大家。好，那大家就输入这个旭哥的邀请码 3691D6AFC0AC 3691D6AFC0AC 这个邀请码，你把它输入进去之后，就可以领到你的这个很棒的奖励，有五星神角，还有很多的钻石啊福利。好，3691D6AFC0AC， 好，那大家记得去领这个最新的福利了。